大家好，这边是Fragrant Map，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新产品是 NFC 的一个 tag 哈，这个体积很小，如果说它目前是做成一个板子，如果说各位要把它做成贴纸的话也没有问题哈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它体积很小，我们拿一个10块钱硬币跟你比一下哈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比10块钱硬币小很多的一个板子。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在上面可以写任何的存放任何简单的资料，所以各位只要在出货前跟我们讲，在下订单之前可以跟我们提到说，哎，这个里面你想放什么样的资料哈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做了一个目前为止在上面放了一个网页哈，就希望说各位可以就是买家呢，哎，到时候可以刷这个 tag，然后可以知道那个商品的相关资讯。所以，各位只要在 Android 手机上面，只要有 NFC 的部分确认它是打开的情况之下呢，不用安装任何软体哈，这个软体不用任何安装。所以只要一接触这个设备的话呢，哎，各位可以看到接触这个设备的时候，它就会问你说，哎，我要就可以上，问你说你要用，因为我们里面是放那个网页资料，它会问你说你要用哪个把它打开嘛，那我们就透过浏览器的方法。把那个网址呢，就把它打开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像目前为止这个的网址内容，我们是用，我们那个 Africa Lab 的部分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些相关资讯等等的一些设备啊。好，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，然后现在是可以，马上就可以购买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